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oy。 今天我们来到厦门大学附近，我们一起看看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吧，走。曾经的猫街多么热闹，现在冷清清的。看前面有个烤冷面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这太冷清了，猫街都没人。哪都没人啊？有六年。做多少年了？两年。这学生开学应该这个生意不错啊。也是差，也是就能打工钱。打工一个能排多少钱？像我们这是一月就是4000-5000块钱的。有些好的都是排队的。排队，你就像我这玩意，这俩人，你这不等半天我能出来吗？啊、哦，这不像拿去走拿走的那叫做排队。你五个人你就得等着吧，等半小时，凑到出来。有道理。有人过来就赶着下班点，说五六个人就在排。啊、哦，对。一大堆人呢，生意真好。但自己干不干不知道。你们要咱要学手艺啊？想学的话，反正你得手艺。我们做不了吃的东西，现在不敢开店。现在开店都是风险。你是北方的吗？我是东北的。嗯，不是东北的。厦门好多那东北烧烤。对，最后拌饭啥的不都是东北的吗？韩国料理都是东北的。那这一份是最豪华的15块钱，那这个是最便宜的10块钱，这份是最豪华15块钱。鸡排、鲜肠、鲜菜、烤冷面，还有放那些洋葱、鸡蛋、生菜嘛，就吃来个鸡排，现在还蛮鲜的，还可以。微微的辣，它的冷面是买的。跟老板说还叫做小吃的，现在开店很危险，越吃越辣，这辣辣很增加开胃，冷面条件就啥了，还看了这10块钱，这家更大份的，就鲜肠、生菜、烤冷面两片，还有一些洋葱、鸡蛋，没了。其实还可以，这东北阿姨也挺实在的，不过好像鸡排不是很大，那这些我就慢慢吃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